庆祝中央节，罗州区的一项托老中心举办热烈的表演活动。唔啦，托老中心内阿公阿妈就在表演，护军托育中心以及楼顶的爱儿心心障碍协会嘛带来精彩演出。看到阿公阿妈收热情，一定将两三岁囡仔全部袂记哩彩排动作。不过，就算讲只是公公徛伫个台顶，也是予参加中央庆祝活动的阿公阿妈看甲真欢喜。我相信呢，新北市政府呢，有很多的有关于关怀老人的一些活动，然后我们政府长照2.0也推了很多在地就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，但是呢，终究还是长辈要协助长辈，老老相助哦，我觉得才是社区落实社区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活态度。庆祝中央节，一项托老中心，那邀请真侪单位带来精彩表演节目，让阿公阿妈看甲真欢喜。连托老中心的中介也用一个月时间准备舞蹈表演。做那个东西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因为第一个表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参与。那为了想表演的好一点，穿起来也比较有气势。所以做点衣服哈，我们都很高兴的。中介家己准备表演节目，家己来庆祝属于家己的节日。其实这嘛符合老老相助的精神，因为应用行动证明，家己也是真有能力完成真侪代志。记者新中林金如罗州采访报道。